叫做射頻眼睛，或者頭先有呢個做完射頻眼嗰個效果啊。無論是黑眼圈啦、眼袋啦、魚尾紋啦，都可以一一幫你踢走佢。咁佢嘅成分係啲乜嘢呢？個紅海藻啦、卡亞胡椒提取物，咁可以做到補水啦，可以做到淨化啦、抗氧化啦，合歡樹皮提取物啦，咁可以去到消腫啦同埋緊緻皮膚嘅呢個效果嘅。咁另外一個好特別嘅名咧，就叫做粟米殼蛋白氨基酸嘅成分喺入邊嘅，就可以咧幫你抗衰老啦，同埋咧增加呢個膠原蛋白嘅。其實用嘅時候亦都好簡單嘅啫，咁只要咧係搽喺个眼袋嘅位置啦，一路咁样按上去，按到去鱼尾纹嘅位置啦，咁就可以咧等佢慢慢吸收啦，就可以做到呢、這个即系效果啦。系咪又简单，个功效又好咧？系啦，咁所以咧，我今日嘅分享就喺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